日本神奈川县香磨原市一家残疾人士安养院，星期二凌晨发生一起血腥乱刀砍人案。一名男子持刀闯入安养院之后，见人就砍，前后造成19人死亡，45人受伤。警方初步确认，嫌犯是安养院一名前职员，不排除男子因为被解雇而怀恨在心，大报复。现阶段没有证据显示命案发生和极端组织有关。这起血洗残疾人安养院的事件发生在距离日本东京40公里以外的神奈川县。当地警方今天凌晨2:50接获安养院职员投报，指一名男子持刀闯入室内，大开杀戒。男子行凶2小时后自行前往警察局自首，警方立即以谋杀以及入侵建筑物等罪名将他紧急逮捕。根据警方透露，26岁的凶嫌植松胜曾在安养院工作，他接受征讯时声称要除去世上所有的残疾人，言语中透露出浓浓的恨意。警方相信凶嫌是因为被安养院解雇才会展开报复行动。地元の犯人が地元の人って聞いて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ていて、で、なんだっけ？学校で？小学校の時に山ゆり園と交流があって、子どもたちとの交流があったので、その犯人の方ともこの娘が知り合いだった、知り合いというか顔見知り、会えば手を振るような感じでどっちも優しい人だって言ってたので、ちょっとショックみんな受けて、明るい感じ、なんかなんていうのかな、向こうから話しかけてきて。截至目前，袭击案已夺走了安养院15人性命，4人心肺停止，情况危殆，另外有45人受伤。